你脸都没有弄好。对啊，割好啊，要进去了。然后你的帽子也没有扣好，就是安全帽没扣好，简单。就这些。1:48。在干嘛？我啊，就好的人就直接先走啊。走左边是出去。可以啊，右边很臭。看一下，是雪不是雨，是雪不是雨，滚了，滚到动不了。滚到动不了。你要帮我开机吗？有啊，1:50。刚刚周少爷帮我看的时候，是 EH10， 他就说没有在动，我就说什么叫 EH10？他秀成 EH10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他自己打的。你，我一来就看到，我这样摆就放在你在旁边了，习性一样。然后你看断掉了。哦。是怎样？滑不动，我都下去也滑不动，上来也滑不动。
not so much. Yeah. It's half an island plus another little small island. I don't know.我们可以换灯啊，变成你跟啾啾，我们可以交换。你要交换了是吧？他不要。不要。啾啾，快一点！因为第一都会帮我挡屁股啊，因为那个红线的那个比较快，然后第一都会帮我挡屁股啊。挡完屁股就会变慢了。这就不会痛。我看有一次班班狗就掉在外面，小丽一把把它拉回来。全部都放这，我也在想，放在地上就好了。对啊，他不会把我们捡走吧？不会啊，不然你四根叉子嘛。你要走前面啊，前面没有的。棒棒抬高就不会被地上摩擦到了。哇，放这个，哎咻！
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没办法偷拍他们了。上午我们要偷拍他们，好像没有那么雾了、欸。嗯，那个雪有变，那个下下来的雪有变色，好像还是很多啊！你看，那么多，等一下又会有一大堆。这样很好啊，不然什么都看不到。你是什么班？什么意思？幼稚园还是小学？小学二年级。二年级。你们一年级有几班啊？十班。十班。一年级有考试，有考分数，然后考什么？奖状都有拿到。考什么？月考那些的。嗯。然后我分数奖状都有。二年级第一次没有拿的，然后第二次拿第二。嗯。如果一到二年级这样子的话，加起来是四张的，两张第四名，一张第三名，一张第二。你们班上有几个人？我们班上28，一年级是27人，二年级是28。一年级跟二年级人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有多一个人，有二年级有两个新生，一年级的有一个人退学，那个转学，然后二年级就那转学的他的号码就变成新同学，然后就是二年级就有两个新同学的。那他号码是怎么来的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班的男生几个？有15个，然后女生我算一下，13个。15个加13个，有28个。这样子女生比较少哎、欸。对啊。可是男生比较常请假。他们请什么假？出国。那你也请假出国啊？对啊。所以我们男生比较常请假，女生很少在出国。嗯，这么多了。好多、哦。我要叠三个。那好像那个。小小的保利龙球那种东西，好了，准备前进，冲啊！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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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快了！走走走！
minute. I would 100% put it in. You're like a hard working person. Yeah. And like, trust me.不用吧？不用啊，你不要、啊。一天以一天为单位就好了、啊，上午跟下午差不多。你手没有拉好。好。我干脆不要拿帐篷了。也可以啊。坐出来，过来，你过去试试那边去。他那个影子把它塞进去了。真的。你的领子那边把它拉起来一点。啊什么？好，都可以啊。谁？谁跌的？谁跌的？啊？时间里呀、啊，怎么了？跌倒。跌倒一点点。我摔了一次耶。下午雪积的更多了，会有点跳跳的。
还是滑两下之后一路下去算了，等太久了。你说等车等太久了？对啊，啊这样子一路下去，其实就也松松的滑下去就算了。他今天就提早收工啊？小绿说还是就一路给他滑下去，因为现在雪这么多，应该都不会太久。下面应该也还好。那这样子我的前杖就要拿。现在就下一趟下来的时候，现在排嘛，下一趟下来的时候拿，是吗？你说走那个还是现在拿？等一下可以滑另外一边，还是不要滑那边？因为这边的话，你要穿过去的话，你要一直推推推，对啊。哦，现在拿，好，等我拿我。那都给我好了，四根都给我拿右手。四个的话，我是两根左手，四根右手，对啊。给我拿，给我拿。我拿两根啊，我拿多少根？拿太好了。哦，你也要这样也好。拿四根我怕你滑。四根，就这样而已，不是吗？太快，这样滑下去很多。还有什么？因为下雪那么多。对啊。下面应该也是下雪吧。我也不知道。我希望他把那些泥泞都盖住。应该会，应该会。万一没有，那就走一走啊，还好啦。走一走，你看我们这么多。那我现在要去哪里？上去啊。上去。那排队排超久。这是滑红心一样吗？我不知道我怎么弄，可以摔太厉害了。滑完红心。还是下去试一下绿线。我说直接下去，万一太早下去，我们又没事干。所以我们滑到那里以后，滑一次绿线看看，看感觉怎样。对啊，就是这样滑的感觉。对，其实算起来我都没有用。那里啊，那里就看到了。第一个棒棒啊。应该就被埋起来了吧？你们站宽一点，你们站宽一点。那我们先啊，因为这样子很快，一下要挤进去了。什么东西？你看那个人的血管超小，那个，你看那边，你看那个，有吗？超小的，还是超小的，超小的，没事，我想起来了，就，你看，都拿到了。还好吧，我拿了。来，你先。Bye.
哎，开车，我的。壊れた。え、そんなことは怖いけど、何も大丈夫。壊れちゃったし。どの辺に燃えてますか？はい、ください。变有四根了，抓住四根，抓住这两根跟这两根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好多人哦！突然跌倒。那斜板常常这样。我刚刚看从这里他们下来这里的时候。他们都冲超快，然后连续好几天都跌倒。那种冲超快，他们会控制的话就不会跌倒，不会的话就会摔倒。你可以看，你猜他会不会呢？应该不会。他好像还可以啦。他会一下快一下慢。对啊，不太快的就还可以。慢慢下。像这个，这个超级慢，他可能也会很好。他很小心谨慎。有点斜，对啊，这里很斜啊，我们都没有这样直直下来，这样直直下来很斜，我们都是绕远路会比较不斜。我刚才看到那里有人溜，有人偷溜那里，那里应该。不可以随便滑，他们是偷偷跑进去的。应该是溜这里的，然后偷偷跑进去的。对啊，他们下去了也不知道会跑去哪里。应该很多都撞去。你上次抽那个雪票抽到的？上一次。好像是啾啾抽到一张票，哎，抽到一张雪票。你不是抽到要去上课吗？那我那次抽到，那你不是最后一个抽到，你抽到什么？我好像抽到一个围巾，哎，是博围吧？对啊，是博围啊。那个别人打，那个他们打架打受伤的伤口都很严重。那么伤口多大？还有眼睛淤青，眼睛那个红色，然后淤青，被跳绳的那个绳子啪到。你怎么用跳绳打架？就有一个人在甩，然后就蹦，然后就用到眼睛。那甩跳绳。就叫老师。最后。眼睛还是红的，也还是淤青，他去淤青。
是用红线下去吗？还是有其他的地方？我们等一下下去去滑一下那个绿线，餐厅旁边那个绿线。哦，那个。那个应该我们会随随便便滑。很简单，可是雪控不知道。应该不错哦。现在下那么大雪控应该还可以，可是那边很凶。好大！那红线那个要冲下去的那里的时候，差点跌倒。嗯。有点不平衡。那如果不平衡的话，反正你脚还蛮张开的啊，它会帮你恢复平衡。我已经往后，差点就摔下去了。你那时候赶快往头往前一顶，就跑回来了。冲啊！前进。Я тебя там подожду. Где ты前面绕左边，然后去做滑一次绿线看看。哦，又怕我有点想尿尿。还是我们滑上去以后去尿尿？我也想尿尿，我不敢讲。我想要尿尿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去尿尿，一起去尿尿。现在不是你尿过啊？我们一次喝两杯呢。哟吼！啊，我滑得慢慢的滑，哈。啊？你可以往右绕，再往左啊。在前面啦、啊！对啊，我在这啊。
这里粉粉的，粉粉的，粉粉，粉粉啊！好了，谁啊？哦，粉粉的过去了，粉粉的，粉粉的过。好粉哦！你可以看下面，你都经过的地方会划出两条轨道，就这样。好了，直直的走就可以了，因为太粉了，粉粉的粉。你姐就这样冲过来了，这我说她速度变快了，对吧？这么粉就变直冲了， Angie 在那直冲，冲得很快。好啦，好松啊！我这里是爸爸他们松了，在那里玩具。还有。
加油！来来来，前面右边。那就滑到这，很快吧？刚刚从这里来的，是吗？等一下要去尿尿，因为我喝太多了。脚很酸，因为我们刚刚一路中间都没有休息，一直滑到这里，然后大家，而且大家都一起，然后你刚一直推，因为你要赶快跑过来，所以你就比较累。你都加不了，我做一个。因为你体重是最轻的、啊。我在停在那里的时候。我一直给你上去垫垫。滑雪就是体重比较重的，就会滑比较快。就在滑之前，趁机多吃一点，加点重量，这样会快一点点。可是喝太多又要尿尿。啊，这里我们就可以在那边，一直跑过来。不能这样上去。你要冲上去又下来吗？我要上去。你可以试试看啊，冲上去你会觉得好像变慢了，然后变慢了以后你再弯下来就好。是谁嘞？你看他们在上下摇晃，有没有？上下晃。所以我们。往下，往上。左边的也是上下晃，我上去下来是跟哥哥学的。什么是上去下来？是从那个上上去学的。嗯，因为上去啊，你往上速度会变慢啊。啊？然后下都会变快，然后对啊，就可以上去。对啊，就这样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而且这样子脚都比较不会酸，因为它你会利用山坡变慢，这样你就不用自己刹车了。它用那个很像脚踏车，对不对？就像加一个板子。对啊，那个也是雪板，脚踏车的雪板。等一下，我们去餐厅。要尿尿，你有要尿尿吗？我很急啊。你很急啊？我刚才喝很多。我也喝很多啊，喝很多就是想尿尿。我喝就可比是更可。等一下我们要冲去那里。对啊。尿尿。从那个房子旁边。等一下我们。都很好，还是很多人。他们是要走的吧？这个。他们三点就关门了。
啊？等一下，其他人好了。欸，他们比较远是不是？哦，那我们先过去好了，来一起走。走了。也没有不敢讲，就是想说其他人可能不想。我想。我好啊，走了。我忘了我刚关了没？我忘了我刚关了没？但是你的在闪红灯呢？还在录吗？我现在按看。